从声音到实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听听故事说说故事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今天呢、是我们第二次访问冯思明老师。对，老师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Hi everybody. Okay, now 我们上次啊，就是跟老师聊到，就是他为什么会开始接触到宗教，然后在基督徒里面做个小小的，就是反叛思考这样子，然后一直到他到了田纳西大学。然后要从我们今天的旅途就是从田纳西大学到台湾这一段路，对不对？好哦，那怎么会就是那时候您就说您在田纳西大学念硕士的时候就是半工半读？对，我尤其我在那边其实我教书，所以呢，我在田纳西大学的时候，我都在教书，那是我的工作。你教什么？宗教历史。宗教历史就是宗教教育吗？不是，是完全不一样。这是重点。其实因为 OK 有 like 宗教教育，比如说 like 神学，还是在教会里面，还是某一个宗教的信仰体系里面，那是 like 有宗教性的一个 like 神学。是 OK， 可是在学术里面，我们有宗教学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们那边体制的学校里面其实是有宗教学的学术，就宗教学是学术，算是学术的 religious studies。所以是完全不一样。哎，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其实上学期有修一个多元文化，很多多元文化教育什么的啊。对不起，老师，我忘记那个课程名称了。But anyway， 我们在做那个就是咖啡，就是。就是在讨论各国就是教育文化的时候，就有讨论到好像欧洲或者是欧洲他们就是会有一个派别，也是就是讲宗教学。可是在台湾其实没有，我们台湾没有宗教学。不知道为什么。有，我觉得台北有可能两或三所大学开始有。可是还是背景是天主教学校，像我知道辅仁，辅仁大学，或者是像高雄就是文藻以前有，对，人格修养，我们叫人格修养课，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是修女上的，对，就是 like 相反，那是教你怎么当个坚强的，no， 不是，我们是修女上课，可是修女也是教我们怎么样，就是一些品格教育，还有一些宗教的故事这样子。对，只是因为说那些我们学校的背景，因为我之前是文藻了，对，然后因为那个学校的背景是天主教学校，所以是请修女来上课这样子，但是其实有时候会是辅导室的老师来上 ，OK， 对。但我想也许就是 这是另外一种 like 道德教育对，日本就有道德教育，他们道德教育就有一个脉络系统，还蛮有趣的。可台湾对台湾真的没有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值得讨论推广的一种教育，因为我觉得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传统来看不一样的文明，不一样年代的人怎么想要做最好的人生？我觉得其实我教的课程有一点点，现在有类似这种内容。其实他后面的大脉络应该是比较是人生哲思的这个概念吧。我想应该是就不是说慈济妈妈或者是那个他们叫什么另外一种妈妈，就是来讲圣经的故事，应该不是像这样的。对，在大学应该没有。反正在西方，在欧洲跟美国已经有 like 宗教学是一个一个领域，一个专业学术领域，就是 like 可能是 like 一半历史一半人类学之类的你可以说宗教学的开发点就是宗教信仰的终点，就是说如果你信某一个宗教，就是觉得这些神真的存在，然后如果我怎样可能
往生之后，you know 会有什么未来，还是如果我做什么会有什么神灵降临啊？OK， 是真的是通过那个文化体系来追求你个人的目标，还是什么？你就是在你的宇宙观里面，信徒会觉得哇。这一棵圣树里面真的有什么神啊 ？You know， 无论人信不信，那一尊神还在。OK， 这是真的有独立的存在。OK， 可是宗教学的开发点就是说，所有这些神啊是什么超然现象 ，You know， 鬼神，这个都是人。意识，对，一个意识，就是，一个精神 spirit， 对，都在人的想象力而生创造出来的，就你的心之所想。OK， yeah， OK， 就是你心里想什么，然后你就会变成那个样子。还是应该说一个社会共同所想的东西，因为其实没有个人的宗教，就是好比没有个人的语言。我们不能发明我们自己的语言。如果就是我有个人的语言，我要跟谁沟通，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所以要有一个共同的一种象征体系，我们才可以沟通。OK，就是，所以宗教是很像，对，因为你就是在某一个社会出生的，符号互动论。Yeah， OK。所以在 OK， 你必须认识这个符号，然后这个符号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共同的认识，你才可以就是去了解大家在聊什么。然后而且语言跟宗教一样，就是你出生之后好像在你的外在环境里面已经存在的东西，可是你学的时候变成你内心里面固定的一部分。对对对 对。所以有这种内外互动的关系。OK， 所以一般人他们在某一个社会出生，然后就发现他们有自己的宗教，然后你觉得这是跟你的语言一样，就是理所当然。你不会开始跟我一样那么怀疑大部分的人 ，right？ 所以就是会接受，就是 OK。我们在台南，所以台南是一个城市，是府城，所以有城隍。如果有城，就有城隍。是啊，自从明朝还是什么有就有。对好，就是环境里面的一部分。OK， 我们可以。讲这个历史，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 ？OK， 这个有不同角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OK，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 ，OK， 回到宗教学的开发点是什么？我们就要认知，其实没有这些神。还是如果我们要了解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要假设真的有这些神，我们要先就。了解神为什么存在吗？了解这是人创造这些东西，而不是因为有阿飘啊在告诉我们，我在那个安禄山之乱死掉的。OK， 我这个灵媒从哪里来？他也要在某有灵媒这个概念的社会出生，然后要看到其他的灵媒，学到灵媒到底怎么回事。他是鸡汤还是任何仪式，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语言沟通他是用灵媒来做，但也许其实没有灵媒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应该说灵媒是一个社会跟文化上的现象，是人学而要学习来，不是因为就是真的有独立存在的神灵真的到你的头里面开始告诉你这个，就是他们会描述他们自己 you know, 主观的经验，当然 OK， 我们要了解这个，这是很有趣。可是我们不能说哦，因为有这些神明，所以这个就解释为什么有这种宗教。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其实是在你的心智里面的思考，然后你去解构，然后你去组织这样的事情出来，跟社会的运作。OK， 我不要太新。就是关系跟社会的关系关联，然后才去 connect 你的内在，跟人这么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这么了解权力。OK， 所以你看
你华人宗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 OK 权力是什么，就 power 势力是什么。我有一从秦始皇帝以来有中央政府，是有一个皇帝，然后有这些部署，然后是 like 有这些地方官，然后有一些地方的 like 土豪OK， 然后连是官还是土豪，他自己不会来处理事情，他会派他手下。为什么就是会有人天生这么的奴性？为什么华人就是这么的奴性的？你想要表达的是这个奴性？哦，就是OK， 可是这样吗？有，可是其他的社会也有。哦，对。包括基督教。也是有、okay. 就为什么人会就是天生会有这些奴性，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用一些，我觉得不是天生的，我觉得是从社会、oh. 学到的，就是因为这个古代的社会会有这个奴才制度，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的人是有自由的，有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是他必须挣脱他里面的那一个奴隶，或者是我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脑内警察啦，就是那个保罗弗雷勒那个，你知道Friedrich Nietzsche、uh-huh. 那个德国的哲学家、uh-huh. 他用了这种看法来发展一个道德观念历史 的理论，说这是为什么基督教跟犹太教是有它的一些特色，是因为以前那些犹太人是奴隶、所以他们就发明了新的一种道德观念，说我们奴隶的这个阶级才是好的，然后那个主人都是不好的，对，所以让人比较强悍，愿意反抗，比较能够当那个国王，那些比较军事比较武的力量是不好的，然后比较温柔，还是比较 like 比较弱者才站在友善的这一边、然后但其实不是这样。Well, it's just human being, not your position.、Right? 我这个都有不同的立场，所以我就是说华人宗教你也可以看出这个不同的立场，所以你人要拜什么神是有一点代表他要通过权位阶级的那一层面，是那一方面、所以就是你不会因为什么琐碎的事情去天坛，不会拜玉皇大帝还是什么因为他是很大的皇帝，对，所以反正我就是说如果要了解宗教的话、嗯、我们需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然后权力结构它的组织，然后才可以去知道说它的宗教的形成和它宗教的故事。好，那这样子跟田纳西大学 okay, 我们要回到 okay, 你要怎么来台湾，谢谢 OK， 所以在田纳西大学我已经在学中文，已经在然后你要教宗教学，在那个华人料理餐厅工作可能六七八年，我忘记是好久哦，对啊，因为我不可能就一直上大学，然后我就是半工半读，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是好，我没有钱上大学，所以就是要工作好了，可以存钱。可是你们以前这样子求学阶段，家里不会说话吗？或者是你们那个社会氛围整个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大学没有念完，我们就先去工作，工作完再回来念，是 OK 的。有，我觉得有。有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大学不一定要四年，其实可以一面念大学一面去工作。我毕业之后这样才会可以跟社会连结好吗，各位同学？反正就是如果我的家人比较合理的话，我不会需要走那么辛苦 的路线。反正
我在田纳西大学的时候，我开始上一些中国历史课。嗯。然后，其实我已经对中国历史有兴趣，因为我在工作存钱那一段落的时候，我跟两位中国的太极拳的老师们学太极拳，好几年嘛。然后他们两个都经过文化大革命，然后年纪比较大的也经历过那个大跃进。哇！所以好有趣哦！所以他们常会讲故事说，有一位女士，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是一个女士。然后她的老公是医生，是 like 中医，然后她有很严重的一种驼背的状况，因为她在文化大革命被那些红卫兵被斗争了，然后他们就打她，打到她的背就断了，然后没有痊愈好，所以他一辈子都有严重驼背的问题。真的很恐怖。Yeah, 然后他比如说他会说他讲一个故事，说他 like 年轻的时候，他们有那个打雀打虫，我忘记他官方的名字是什么。可是那个毛泽东，他以为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的那个收获不够丰富，是因为有很多鸟跟在吃，尤其有某一种鸟，那个麻雀还是什么？麻雀，会吃。所以他整个村庄的人都要拿着盘子。出去外面打这些盘子要做大声，就砰砰砰，所以就让所有那些麻雀就下飞，然后让他们一直飞到他们就无力了，然后就死掉了。他们是故意就是闹、哦、就是闹那么大声，这些小鸟把他们吓死，就给他们吓死，然后就会很多很多他们的尸体就跳起来，然后他们说都会吃，他们会烤一串，然后吃所有这些鸟受到惊吓的鸟。可是后来你可能知道，因为没有那些鸟，结果隔一年有很多很多蝗虫跟其他的虫、啊、然后那些虫就把他们的米跟其他的农物都对，就是那种自然的反扑，所以是那个大饥灾的大饥荒，嗯，谢谢，对的原因其中。哇，然后我另外一个老师也常讲文化大革命的故事，所以我开始觉得哇，中国历史就是太可怕了。I mean, just like, 哇。好了不起，所以我当时也好了不起，我看了很多书，所以我还没有上研究所的时候，我已经蛮研究这些，而且这很精彩耶，就是那种文革的一手资料，嗯，对啊，对啊，所以在我自己的学习路途就有这两个。方面好是有战争、军事历史、政治历史，然后是很可怕。对。然后有另外一面就是宗教。嗯。因为我早就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应该不是这样，有两端，就是有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现在有这些国家啊，还是有什么这个变现在这里？然后我们讲。国语而不是 you know, 什么其他的语言，是因为战争，是战争决定了，是战争决定的吗？是的。为什么这条线画下去，这边是西班牙文，那边是那个英文，是这样吗？就是把墨西哥，然后美国，是美国跟墨西哥，再画一条线，又法文跟英文，因为加拿大是法文跟德语。对，好，说我没有想过是战争的战争，但是好像这样讲也没有错呢。因为以前我曾经有个朋友就是在争辩说，我们学台语没有用，因为呢，中国大陆都是讲北京话啊，就讲我们现在讲国语，所以讲学台语没有用。然后我们学那个五言绝句啊，律师那个就是用国语讲，可是就有人就跟他说，你怎么知道几千年前？就是中原讲的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话，对啊，
对啊，因为 我记得我那时候以前我们老师教我们找平仄的时候要用台语、嗯、对嘿，因为爱去找平仄就用台语找会很快，所以语言的流动你怎么确定你现在讲的语言就是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讲的语言？那为什么这些语言会这样演变？好像对耶，我没有想过， 我其实才没有想过，好像真的就是战争呢，因为战争之后才有了所谓的政府或是霸权或集权，就是会有统一嘛，那统一了之后他就要开始统一语言，这样他才可以统治。对，真的是好像是这样呢、欸。真的 ，I mean， 当然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有移民，所以有那些 like 移民的话也是因为经济啊。我跟经济跟战争都有，可是、yeah. 反正就是战争伟大 ，OK。对啊，因为它会危害到生命。Yeah， 真的、yeah. OK。甚至于为什么有 like 日剧时代也是因为战争，为什么日本走了是战争，为什么国民党推到这里战争、为什么有共产党在那边是战争，对，然后所以之后还有战争吗？我希望不会，因为1945年以来有新的一个制度，然后是为什么人那么担忧那个乌克兰 的事情，因为这个是 很大的对这个制度很大的挑战。是OK， 反正我如果要了解我们的世界，有战争跟政治在这边 OK， 然后当然有经济跟很多其他的东西，可是两端 like 南北极是什么？这、一边是战争，然后另外一边是宗教。因为每一个社会的宇宙都基于他们宗教的观念、所以你怎么了解我们的社我们人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是什么，从哪里来的、然后天上是什么地，我们站在这一块地是什么，对，他们都会用宗教来解释我们而他们的存在啊、yeah, ，用神话故事，神话还是仪式？对，而且 ，I mean， 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空间，为什么有？哎，怎么说？就是 like 一片地 ，OK？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了解？哎，我们在这里跟那边不一样，还是我这里是、Why? 为什么是比较特别？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所以，但是有时候我之前读到的书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但其实人的成长是一样的，就是从出生、生老病死，然后就是一个灵性的长成，其实是有它大家其实那个时间表是类似，只是说因为移居到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关系，所以会有不一样的文化产生，但是它其实内部的结构是一样的。就像你知道那个有人就会拿那个神话故事东西方神话故事做比较，像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七夕有没有、七夕的故事有没有、okay. 然后那个牛郎不是去牛郎不是去偷那个仙女织女的衣服、然后还跟织女结婚嘛、然后那个故事里面是不是有个很聪明的牛，对，然后就有人会把这个故事跟那个穿长靴的猫做比较，穿长靴的猫是格林童话还是格林童话，反正就是穿长靴的猫它也是啊，就是有一个猫咪跟它的农房的主人，然后那农房的主人就是笨笨的，然后他就跟他说哎，那个某一天那个会有那个国王的女儿来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教那个小主人一些技巧，然后把那个女公主给娶回家，然后变成有钱人这样。对，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故事的背景是类似的。我而且在那个故事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一些 like 社会角色的理想。对，所以是告诉你，哎，你是 like 小姑娘，你最好的生活是什么？对，你就是要很会编织这个布料，对，然后要很敏捷 ，you know， yeah， 找到很好的对象什么。对，其实他后面有他背后的那个角色的形塑，跟你社会的就是当代社会的一些道德结构这样子。是的。对，哎，老师，等一下离题了，我们还没讲到为什么来台湾。OK，All right， 所以我在。
OK， 我还在田纳西大学一边教书一边还是上不一样的课，嗯，然后学中国历史跟中国宗教历史的时候，我开始看一些讨论那个白莲教。啊，白莲教奇异的这一种历史的书。可是你读那个，你不会不相信它？你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哦，对，是很了不起，是 like 哇，有大概两三本，一位美国学者 Susan McCann 写的书是精彩。哎，其实这些有中文翻译啊。是讨论那个王论，诶，在山东，我要说是 like 1789年代、嗯，然后在1813年也有那个八卦教，还是我忘记那个名字。OK， 我看这些书，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看过最 amazing 的一个东西，就是有这些人，因为他们练什么内功，什么武术，就觉得什么刀跟什么刀枪不入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就发生了起义，然后他们就是 like 什么小地方这些农民啊，然后他们想了那么多，以为他们的这个法力够大，可以推翻清朝什么， yeah. 然后他们可以站在那边，然后人的那个义和团的那个之类的，对，是他们的我有关，可是也是有一点不一样，可是跟关系他们都觉得。因为他们练这个内功，什么刀子是子弹都不能害他，对 ，OK， 啊、然后这些书就讲了很多很妙的故事，像、like, 比如说 ，OK， 那个清那个官方的官兵，他们无法打败这些那些。土匪啊，是谁啊？是他们用这种语言，对不对？是 the rebels。OK， 因为他们说，我为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借口给上面看，是为什么？就是 like 地方的什么农民可以打败我们官方的军人？嗯、我就说，哎，他们的这个武术，他们这个法力真的很强，哎，是真的。所以他们说 ，OK， 我们要想办法。因为他们在一个围城，嗯，这个官军在围城，然后这个那个白莲教在外面。其实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不是白莲教，可是 OK， 所以要怎么办？他们就想办法，我们要克服他们这个法力呢、嗯、？OK， 所以我们要用阴气来打破他们这个阳气。所以是不是阴的呢？他们就找一些妓女。然后请这些妓女站在那个城上，然后就尿尿，然后就叫了很多那个高塞，然后放在他们的那个 catapult， 然后开始丢那个狗屎在他们那边，然后因为那个妓女尿尿，然后那个狗屎那么阴，就破坏他们的法力，然后在官方的资料里面说。以做这些手段之后，说这些子弹在地上就跳起来，然后就中了那些白莲教的，就破坏掉他们的这个法力，然后觉得哇，这是 like 你无法创造这种东西。那 I mean 人写小说写 fiction， 可是你真的无法想。Yeah. 这么了不起的故事，可是他们 I mean, 居然想出来 ，Yeah，I mean， 我哇，是 amazing， OK。不是，这也是这样的书，它还可以流传出来，然后有人相信他写下来，然后愿意。哎，我不知道人相信，可是人写下来就对。对。我说我们要怀疑他们真的信，还是他们需要个借口？为什么就是 like 农民可以 you know 给？官军战败、like, 为什么？哦，他们的法力是真的。OK， 那个1813年就更厉害，他们就想办法可以偷偷的进去那个紫禁宫啊，
华人 ，OK， 所以我开始多了解中国历史是多么就是 like 了不起，然后我觉得好了不起吗 ？Yeah， 就是 like wow， 就是 like hysterical 嘛。It's just amazing。It's endlessly amazing.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是所有这些农民起义，还是上古代，就是这么的多元。对，然后所以我觉得 ，OK， 我要学中国历史，然后我的研究专题就是会宗教。OK， 所以我去学华人宗教历史最强的。的大学就是夏威夷大学，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有两位教授，算全美国最大的 like 道教专家，嗯，然后还有其他的教授叫华人宗教历史，那个郭启涛，还有美国最大的 like 东亚语言系，嗯，还有很棒的图书馆 ，OK， 所以我，我本来要去中国，可是不能去，因为那个 SARS，哦，你记得那个 SARS 的关系 ，SARS， 然后我的钱也不够，所以 like 好，所以我需要等，还 you know like 三安全一点，well 就是要等有机会啊，可以去小伟大学。哦，所以其实你是 SARS 那时候去念。我本来要去中国学中文，可是幸好有 SARS 发生，所以那样我没有去中国。哎，对耶，如果你去中国，我们就不认识你。对，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你，谁知道？所以我就被保护的。我一辈子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保护着我，对，所以我觉得自己是。You are lucky. Yeah, I am. Yeah.OK， 所以我 lucky， 对，我非常 lucky， 因为我在那边的教授非常好，而且夏威夷大学不像 like 什么哈佛大学是芝加哥大学是那么 like 那么庞大，那么 like 高级，你很少可以遇到你的教授，你就是他们很难约啊，什么就是有距离，可是我在那边都没有啊，所以我 yeah。所以我有非常好的经验在那边，嗯，OK， 可是我在夏威夷大学才有机会开始跟真正生活中历史上道教有接触，啊，为什么？因为我的教授其中是 Paul Anderson，嗯，我可以给你一些照片，因为他在70年代来台南做长期田野调查研究道教，然后他跟陈荣盛道长，一起做，you know， 可以做法事，所以OK， 最早就有 Christopher Shipper， 施伯尔，很多人知道有 Christopher Shipper， 他来台南，他在60年代来台南开拓了道教学的领域，哎，当时没有任何台湾学者研究道教，都没有，甚至于 ，OK， 他本来是应该1960-61年左右，在中央研究院想要研究道教，因为更早有一些欧洲学者是研究道教的，是 like 那个De Groot。跟道教是欧洲学者，是欧洲学者开始研究的，而不是中国的，是台湾的，是欧洲的。你要记得那些中国的跟台湾的学者，他们以前都非常看不起这些民间的 like 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看不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学习制度其实就是欧美跟日本那边流过来的混合种，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西方学术或者是日本学术，那个才叫学术。然后在地生长出来的这些东西不是学术，是哦，是民俗，是乡野传奇，有这一部分。OK， 这是比较现代的一个因素，可是还有传统的因素，就是说，就是以前这些儒。这些士大夫在他们自己的想法里面，他们都一直 like 批判 like
道教、道士，还是这些地方宗教。迷信。我在第十九世纪就开始有迷信这种论述，在中文里面从那个传教士来的、like、superstition 啊。可是就更早，他们会批评这种地方 的宗教 ，OK， 包括道士的东西。那、有的时候他们是 like 说一套说一套，因为他们会说，就可能批判完之后晚上去算命这样。哦、还是他们会说这道士都是骗人，可是他几个礼拜都在那个教，在那个教科拿香在那边，还是拜拜 you know,、yeah。或者是搬家的时候就要人家看风水一下。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在我的论文，我有很多东西就是要讨论这个，就是说那些士大夫。为什么这么的 dilemma？ 哎，我觉得重点是他们要强调他们自己的地位多么高，跟那些其他 you know 一般老百姓还是另外一派不一样。对，但其实是一样的。还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没有那么不一样，没有那么的不一样。他们还都，他们都住一样的文化体系里面的啊，文化体系。Yeah, I mean, 就是跟那个语言，我们上次讲语言跟宗教很像，因为都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一种体系。然后，如果你不会那个语言，你就不可能那个当那个社会的一员，你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如果你不拜地方的神明，而是你觉得天是完全不一样，而不是什么 like 三清玉皇大帝。我们刚才在讲，我终于到夏威大学，对，终于到夏威才有机会。接触到华人文化，真的对生活中活着的宗教文化，而不只是 like you know 历史上的很久以前。嗯，因为你接触到很多就是真的有在研究台湾文化的学者。对，没错。因为整个道教学这个领域在台南开始的，被Christopher Shipper， 他是 like。我突然忘记他是 like 从荷兰还是到底是哪一国的，可是他自己一个人，他先到台北，是在大概1960年左右，然后他想要研究道教，因为他已经知道道教有这些道士，然后到处都有。有本来，有20世纪前每个地方都有道士，然后有一些更以前有其他的欧洲学者也开始这种研究，可是他们从来没有well De Groot， 他是荷兰人，他在清朝的时候住厦门，然后写了非常棒的一套书，描述当时的宗教文化，是很了不起。OK， 那是 De Groot， 所以已经有人，所以他真的要做很多的田野调查。对，所以是可以说 De Groot 开始，然后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者开始做历史的研究，多了解。OK， 所以斯伯尔他要再进一步这种研究，所以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时候，他就问那边的学者，哪里有道士？然后他们说，哦，好像没有，最后一个就亡生了。台湾已经没有道士了。这是 like 60年代的中央研究院。1960年代。对。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觉得不值得研究，甚至于觉得最后一个道士就过世了没有。OK， 所以他决定，自己去找。对，所以他自己离开了台北。然后他认识什么人我不知道是谁，可是是带他来，还是他自己来台南，通过介绍认识陈荣盛道长。这样子，然后当时刚好陈荣盛也要开始，做一种
道教复兴的运动，我觉得所以刚好斯伯尔他来的时候刚好一拍即合，刚好他找到对的人，因为在对的时间。很多时候其实他就是冥冥之中人家已经先签好了，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鼓励自己或者是强迫自己去做，然后那个线其实就在那边，你就会接上。我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对，真的。所以如果人说你不可能，是没办法，不要相信。对，不要相信没有办法，一定有办法。对，有办法。一般就是先打电话问那个最不可能的人，搞不好那个办法就出现了。真的。好，等一下， okay. 老师，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聊，就是老师，所以之后就是像。施伯文老师，跟我另外一位老师 Paul Anderson， Paul Anderson 的那个学习，然后还有老师怎么样，就是从夏威夷大学连接到台湾，而且很特别的是，老师居然是选择台南的，他居然不是在中研院，应该我刚才是安内吗？对啊，因为照理来讲，应该就是一脉相承，我们的。脑袋的想法就是，哎，如果这样的话，就是那边接过去了，结果居然是选择在台南。好，那我们就期待下礼拜老师的分享。好的，好的，谢谢你。好，那大家，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请大家就是准时开频道来收听哦。好，拜拜。拜拜。